文仲贤在2012年结婚之后就胆出魔钱，主力上夫教女，得闲嗰阵先至会拍片分享生活点滴。近日佢带咗女女去到日本福冈旅行，仲去咗睇1:10嘅高达。11岁女女嘅身高啱啱就去到高达嘅脚腕。有网民留言话：女女真系快高长大，形容系暴风式成长，相信冇几耐就可以女成母业，原地出道啦。